你知道吗？这根剑上有毒，现在连神仙都救不了你了，除了我。我亲眼看见紫竹王这根剑上喂了毒，你就等着看后面的好戏是吧？你应该知道，只有什么才可以救你性命。日月妖，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你根本就不是像王元峰那样误入谷内的，你是为了日月妖而来吧？你废话少说，赶快把日月妖交出来。我和双雪打了这么多年，你以为真正的原因是什么？那东西根本不在我手上。可双雪的意思是日月妖就在你手上。我可以骗你，他为什么？陛下，陛下，嗯，陛下，救人啊！那他怎么办？不管了，救人啊！喂。为什么？红儿夫人，红儿夫人，这怎么回事？我猜的没错的话，日族和月族的斗争本来就是一个局。原来如此，母螳是公螳螂，为的是繁衍后代，但是他们两个异化为螳螂妖，却源于心中对男人的仇恨。仇恨确实能让人变得强大，但最终会把人摧毁。司徒琴音、鲤鱼精、红萼双渠都是如此。王兄，我还有一事相问。你说。这红萼和双渠临死之时可留有什么信物？信物？你若得到什么东西，千万不要交给任何人，尤其是任平生。没有啊。真的没有吗？真没有，人都死了能留什么呀？凶做什么？我是欠了你的钱呢，还是欠了你的钱呢？铁臂，你给我听好了，简芳华呢是我的人，以后别让我看到你跟他在一块儿，要不然的话你给我等着瞧。
铁臂，你上床试试，看这个床还晃不晃。冼风华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啊，艾捕头，我忘了告诉你了，从今天开始呢，冼大哥就要搬到我隔壁住了。他知道我的床躺上去会有点晃，所以呢，他帮我修一下。艾捕头，你可千万不要误会哦。误会，冼风华，可以啊。你帮忙都帮到床上去了。这就是什么呀？我也发现了，最近他行为特别古怪，对对对，别人一点都不一样。这个事儿谁知道呢？但是反正最近有点受伤。对对对，哎，上次啊，我也见他，好像之前有那个什么。哎。你们背着我议论什么呢？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哼，答应的这么整齐，一定有鬼。没事是吧？没事，我走了。慢走，慢走啊！哎，熊哥，走走。上次我跟铁臂一起去巡逻，他看见卖蜜饯的摊子，就买了一大包的酸梅，还忍不住的边走边吃。嗯，对对对对对对，你这么说我也发现了。哎，你们说铁臂平时酒量也不错吧？可是上一次王大人请他在吃饭的时候，他才喝了一杯酒，就跑出去吐得一塌糊涂。你们懂个屁！我猜，他八成是有了。有了？啊、谁的呀？哎呀，谁的？谁的？谁的？不会是那个王姐姐、王大人的吧？他们俩前段时间走得太近了。嘘，别胡说，王大人才不是那样的人。嗯，哎，你个头！我看同情你有鬼！你平时就你跟铁臂走的最近，说是不是你的？我不，呸！冤枉死我了！哎，照我说呀，最近谁和铁臂走的最近？谁又搬到了铁臂隔壁？冼风华！刚才谁说是冼风华干的？你们一群大老爷们在背后议论别人好吗？还是让我去调查清楚吧。冼大哥，这两个月就先委屈你了。等到了合适的时候，我一定会告诉大家孩子的爹到底是谁的。快别这么说，其实我还该感谢你呢。我有什么好谢的？都是我自己惹下的祸。要不是有你的话，我又怎么让艾丫对我死心呢？冼风华，你就这么想让我对你死心吗？糟了，这下误会大了。算了，由他去吧。
既然如今两位夫人已经走了，日月两族再无继续争斗的必要，自今日起你们可以想走的走，想留的留，去寻找自己想要的新生活吧。可桃花方内的密道被封锁了太多年，想逃出去谈何容易。是啊，是怎么逃出去的？这怎么办啊？往前走走吧，也不知道路啊。你出去被日月药藏在此处，这里应该是红萼和双渠刚到日月谷时隐居的地方吧？为什么？这是因为一首词：彩袖殷勤捧玉箸，当年凭鹊醉嫣红。那你看，彩袖、玉箸、银缸，五帝杨柳楼新月，歌尽桃花扇。还有杨柳楼新月，唯独缺了桃花。桃花？那这桃花会不会就是开启密道的关键呢？珊瑚姑娘，麻烦让姐妹们去把谷里所有桃花都聚集到这个地方来。好的，姐妹们来，快去快去啊！走吧，走走。这本是一首描写恋人从初会、离别到重逢的词，但用在这儿，却是红萼与双渠一生姐妹情的写照。元芳，这怎么回事？看起来不灵啊。应该不会啊。彩袖殷勤捧玉箸，当年凭鹊醉嫣红。五堤杨柳楼新月，歌尽桃花扇底黄。从别后忆相逢，几回魂梦与君同。金宵胜罢银缸照，犹恐相逢是梦中。真挺有意思啊。谢谢两位公子救命之恩。
起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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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起来，都起来，都起来。哎，现在大家既然都自由了，以后怎么打算啊？我想带他们到处走走看看，外面的世界这么大，没准在哪儿就能碰上有缘人呢。啊，也是。那后会有期，保重。后会有期，后会有期。走，姐妹们，走走。下参见太子殿下。太子，起来吧。你，太子不是叫升平吗？平生，叩见太子。哎，不必如此了。我之所以隐瞒自己的身份，是有不得已的苦衷。这次失事，表面上看是我修葺皇陵督工不力，实则是朝中佞臣诬陷我，说我并非正统皇裔。他们蒙蔽圣听，令我失恩于父皇。敢问是谁这么大胆？其实这个人你也认识，就是让你贬官流放的王启建。他们要图谋的事情，可能并不止如此啊。又是这个王八蛋，他心肠如此狠毒，他怎么能当秦月县的父母官呢？其实巡抚大人原本是我的人，你的官职本是由他任命，此番我遭人陷害，竟也连累了你。没事，那你，那，殿下，接下来打算怎么办呢？殿下，属下已查明真相，禀明皇上，修建皇陵督工不力一事纯属捏造。皇上现在正派人四处寻找殿下，属下等正是听到消息才赶往此处，现在殿下可以安心回京了。如此甚好。哎，元芳，不如你和我一起到京城玩两天。巡抚一职尚还空缺。不不不不不敢，我不想再当官了。这你要是方便，能不能把我那个流放罪给免了？我想回去陪我家里人。那是自然，不过说起来，我倒是有件事情该跟你说声抱歉。啊，是什么？那日我在山林中被人追杀，将自己的披风赋予你身上，实则是为了金蝉脱壳。我身负国家重任，很需要把这条命好好的留下来，等待来日东山再起，绝不能让王启建诬陷我皇族血脉的阴谋得逞。只是害你差点没了性命。嗨，还记这些干嘛呀？那如果不是这些经历的话，咱们怎么可能成为莫逆之交呢？对不对？只是我还能叫你平生吗？当然了，我们是好兄弟嘛。啊，原来平生竟然是当朝太子，那我究竟要不要把那颗珠子交给他？可红洛夫人临死前说一定不能给他，真是为难死我了。时间差不多了，我要即刻回京复职，多说无益，等我京城事情一了，便到秦月县来看你。行，那你自己也保重啊，后会有期。后会有期。京城来的密函，难道京城有变？王启建，看你对管理秦越县那么有兴趣，又那么有心得，我已经启禀父皇，说在你治下百姓安居乐业，不舍得你离开，不如就封你在此做县令，从了百姓心愿，以后你再也不用回京城了，圣旨不日就到，不必多谢我。升平。大人，怎么了？大人，大人，圣旨到。大人，圣旨，大人，大人，来人呐！大人，大人，大人，来人！
房子、儿子都没有了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？怎么会没意思呢？你来做什么？皇后，我是个粗人，可是我身体好，我力气大。衙门里的薪俸虽然不算多，可也不算少。哎呀，我们家那矮丫，她到现在一时半会儿也嫁不出去。我给她准备那新房子吧，她也一直空着。说重点。要不咱搬到一块儿住吧？啊！别别别，你千万别误会我的意思，我可不是想占你便宜。你看我把聘礼物都带来了。我的意思是说，等咱们成完亲，咱们三年生他两个，孩子可以叫王元峰、王凤元、王小峰、王小元，都随你都行。这么说，倒是也可以。哎，毕竟元峰这一走啊，估计是回不来了。娘，您刚说的是什么呀？宝宝，你回来了，有没有受伤啊？哎，别过来，别过来，我没事，我好得很。但是我刚才听到你们要生什么王凤元、王小元、王小峰，我告诉你，你们心里面就是没有我。宝宝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怎么不是这个意思？你回来了。哇，这还是你说最好了。我告诉你啊，这个家我真的待不下去了，我不要再待着了。宝宝，少爷，真的是，真的是我。你干嘛去，少爷？哎，宝宝，你听我解释啊！我不听，我不听，我不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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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听。你不要乱动啊！宝宝，你真的误会了，我是说生可以再生，但是王元峰就只有你一个，宝宝。好好，你刚才说什么？哎，我就跟你说啊，不给他们点颜色看看，他们就不知道我的重要性，太过分了。我回来了。这个应该就是传说中的人间至宝日月药，但是根据降妖手札上的记载，应该要有日药珠和月药珠两颗才对。那这个东西有什么奇特的地方吗？因为红卫夫人跟我说千万不能把这个给别人呢。传说中只要日月双药双珠相逢，便可逆转乾坤，羽化飞升。不过传说毕竟只是传说罢了。要两颗啊，但我觉得这一颗有什么用啊？对凡人来说应该没用，但对小翠来说或许有用。或许。钱大哥，我已经按照你说的方法做了，已经100天不用法术了。可是你哥，小翠，如果你愿意服下这个珠子，或许能够让你脱去妖气，化身成人。我吃，我要跟元峰在一起。怎么样？把我约过来，自己跑哪儿去了？
累啊。有美人兮，见之不忘；一日不见兮，思之成狂。皇后，你可知道我心中的美人是谁吗？想不到你一大老粗还挺浪漫的。爱国熊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啊，你想跟我说什么你赶紧跟我说，马上说，马上说，马上说。后后，我吃了那个灵珠以后，都已经好几天了，还是不舒服。哎，那你是不是就要变成人了？是不是？也许吧。小翠，怎么又变成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还不都是因为你们这些臭男人？朝三暮四，负心薄幸，我今天就要代替日月国的姐妹们报复你们。你看清楚了，我是王元峰啊。我知道你是王元峰，王元峰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你们都一样，都是贱人。死了！以后不许这样，听见没？我帮你抓上去了。哼，真是。元峰，我都已经吃了日药猪三天了。小翠，你听我说，你现在变不变成人都没关系，只要不像日月谷那些女人一样就好了。日月谷。哎呀，你看我这猪脑子，那颗破珠子呢，是红萼和双曲两个螳螂妖死后所化的，那颗珠子上肯定有他们的力气了，所以我也不应该让你随随便便把它吃了。总之，小翠，我以前对你不够好，你别生我的气啊。怎么会呢？我是最喜欢你的人，而且自从知道你喜欢我以后，别提我多开心了。这样我还不是很放心。除非什么？除非我们可以为了彼此不惜一切，奋不顾身。元峰，我是认真的，我们成亲吧。哎，不要跟我闹，又不是玩过家家，穿个衣服就成亲啊！我告诉你，
成年人要成亲，他一定要互相喜欢的。我可以为了你不顾一切，你可以为了我奋不顾身的那种。你的意思是？嘘。嗯，这个应该我来说吗？翠，啊，小翠，嗯，小翠，干嘛？我们成亲吧。我王元峰真心请求你做我的妻子。我呢，从今以后，不管你是人是妖，我只对你一个人好，只对你笑。你想吃什么呢，我就给你买什么。你想要什么的话，我就都给你。绝不欺骗，绝不辜负。我呢，每天都要跟你说300遍，我是最喜欢你的人。一直到我们都死了，过了奈何桥，喝了孟婆汤，我都不会忘记。我是最喜欢你的人，让记忆不再哭，答应吗？不答应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这么做只是为了怕我变成活络双全那样的坏女人，根本就不是喜欢。你这是要收妖。说的对，我就是要收妖。我一辈子把你收在我这儿，你哪儿都跑不掉。又怎么了？你今天还没有跟我说你是最喜欢我的人。哎呀，这还不简单吗？我是最喜欢你的人，我是最喜欢你的人，我是最喜欢你的人，我是最喜欢。也是。谢谢王兄，恭喜王兄，恭喜谢谢谢谢谢谢，百年好合，百年好合，谢谢大家，恭喜恭喜啊，恭喜王兄，亲一个太长，咱们的儿子终于成亲了。我多么希望你能够亲眼看到这一幕，可是你在哪儿呢？皇后，什么时候我们才能摆喜酒呢？好了好了，别闹了啊。大家别闹了，别闹了，赶紧坐下来吃饭，喝酒，喝酒啊！啊，坐坐，再倒点儿，你也知道熊哥的酒量。来，我们也来。哎呀，哎，好好，喝，来吃一口。喝什么喝？哎呀，姐别这样，心灰意冷的，这样多不好。人家心灰意冷关你什么事啊？喝酒，咱们喝酒喝酒。不是，我说这杯子啊，其实挺贵的。我今儿成亲，大家都给个面子啊。没事，不生气，喝酒就好，好不好？对对对，来喝酒。行，冲你这句话，百年好合啊！喝，谢谢。喝酒，来。对了，少爷。
刚才在门口有个人给我个盒子，说是给你贺喜的。给我的啊？谁啊？不认识。这个是什么？谁送的？哎呀，有的礼物收就不错了，儿子。来来来，喝酒喝酒。少喝点。在江湖飘啊！今天啊，这么高兴，是我们家宝贝和小翠的大喜之日。我满饮此杯，希望可以很快抱孙子。啊！谢谢大家。喂，你们俩手怎么还牵着？哎呀，我们就是分开了。来，干。好。喂，小翠。哎，小翠。怎么喝成这个样子啊？小翠啊，其实我心里知道，对于任何女人来说呢，成亲都是一件最重要的事情。但是当我在大富大贵的时候，我没能娶你过门。现在呢，不单不能给你一个风光的婚礼，连一对龙凤镯子都给不了你。你别怪我。寒风，你说什么呢？我又不是那些姑娘，我只是一只狐狸嘛。要那些做什么呀？对不对？哎，对了，这个给你。他们穿的这个龙凤裙褂多好看，多喜庆，这才像样子吗？这个才是婚礼应该有的样子。总有一天啊，我一定会给你补办一场全县城姑娘都特别羡慕的婚礼，然后我就在旁边牵着你，跟你一起开开心心的，然后所有人都来祝我们白头偕老，那才叫成亲，那感觉多好，你说是不是？都骗走了。以前每天早上醒来想着去哪里收债，现在每天早上醒来想着怎么躲债。我相公没了，大房子也没了，那么多金元宝没了，连我的金肚兜都没了，这活着一点意思都没有。夫人，这地方清静，地方清静还锻炼身体，挺好的呀。别啊！